加油，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。很好，哇，妈妈这个该不会是以前的篮球国手吧？信心这么足，好，来，准备啦。好，请苏慧阿姨帮我们宣布。好的，我们比赛开始。这个，来，我们妈妈来，哇，马上先来照相一张，来，谢谢，好，接下来的话，我们爸爸来，妈妈的奖品也是很丰富的哦，好不好？来，两个，哇，来送给你，谢谢，好，最后小朋友的最佳精神奖送出四位，等一下。我刚刚有点到两个小朋友，他们真的喊得很大声。这一位，还有我们这一位妹妹，来，请上台。好，接下来两个名额要给我们淑慧阿姨选，好不好？看谁喊得最大声。来，是谁刚刚喊得很大声的？有没有？好，淑慧阿姨，那我再选两个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说选最佳精神奖。啊，来。好，我选再选两个小朋友，一个男生一个女生。好，再选这一个男生。好，再选一个女生，好不好？再选一个女生，这三个选一个好了。哇，好，没关系，来，上台送给他四个最佳精神奖。好，等一下还有机会哦，哈，等一下还有哈、哦。来，好，来送给我们第一位，谢谢，好，请回座。第二位，谢谢。好，第三位。好，来。接下来第四位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还没拿到奖品的小朋友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有我们的有奖问答。接下来呢，就要请我们苏慧阿姨帮我们出三题有奖问答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接下来请苏慧阿姨帮我们出题。三题吗？对。好，我们运动前，阿姨要说我们今天是运动系列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运动前、中、后、前要注意什么事情？他做什么运动？做什么事情？做什么运动？暖。这边学很快。什么运动好不好？妹妹，可以大声告诉大家是什么运动吗？好，我们请妈妈来回答好了，来，妈妈。暖身。暖身运动。答对了，来，先送给他一个小礼物。好，接下来第二题，来，苏慧阿姨帮我们出第二题。来，第二题哦。好。坐下。来。第二题，我们运动当中要注意什么？运动当中要注意什么？两个字。两个字哦，不能受伤，不能跌倒，要注意什么？来，注意什么？是不是？注意安全，答对了，来送给他。好，最后一题，来最后一题，这里我们运动完要补充什么？运动后我要补充什么呢？要多喝什么？对，喝什么？好，来对，来要多喝什么？水量。水，没错的，答对了，来送给你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一起来唱唱跳跳。待会呢，我们要请看哪个小朋友一起跳舞跳得最好，一样会送给他奖品，好不好？小朋友请起立，来。好，待会呢，请苏慧阿姨和我们一起来唱唱跳跳啊。小朋友，我们要开心哦，要笑哦，好不好？因为待会呢，应该让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拿到奖品哦。好，来，小朋友，来，一样运动前要注意要做什么运动？暖身运动。来，跟着我一起做，好吧？手手动一动，好，这边动一动，脖子转一转。扭一扭，好，用手肘，摸脚，哇，很好，哇，每个柔软度都很好。好，来，准备啦，待会小朋友我们一起说，给我音乐，好不好？来，踏踏步哦，准备喽，预备，开始，给我音乐。
们这么卖力，先收掉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请苏慧阿姨还有我们小琪姐姐，帮我们一样，一人选出两位小朋友，看谁跳得最棒。还没拿到礼物的小朋友，上来呢，我们送给他小奖品。没收下那么多，叫我阿妈喜欢他双脚力啦，不喊叫啊，阿丽达叫啊。好，来，哇，来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来，哇，来，好，谢谢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来，再来一次，来，谢谢，哇，谢谢，来，来，这个给你的，太开心了，来，哇。好，耶、yeah, ，好棒哦，耶、yeah, ，哇，很好，耶、yeah, ，啊，来，耶、yeah ，好来，小心哦，来，好，待会要来投篮了，好不好？有没有信心？你觉得你们可以一球可以投进吗？可以吗？真的吗？哇，你投进了吗？厉害！来，投篮的过来跟子晴做比赛，好不好？来，哇，好有精神啊！来，子晴 ，give me five！ 哇，好好好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来，哇，你来了，对对对 ，give me five！ 先拍一张，先拍一张而已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大家在排队。好像护卫，护卫，护卫，你先回来，安全带就好了。